感谢粉丝送的骆驼肉，就是味儿太大了。鱼竿油都飙了，这多得很，每天都有。哦，这是真正的鱼竿油，吃了特别有营养。好吃又营养。有一包毛吧？啊，这个是。这羊肠不是好吃吗？好吃，可好吃了。那我拿回去尝尝。一个又美味了，兄弟们。